萨近日接受访谈，提到出道时和现在的不同。他说到，当然成长了很多，和七年前比起来，最大的不同是少了婴儿肥。李萨说，看到以前的自己，脸上满满的都是肉呢，但粉丝们都觉得超可爱，而且那是青春的胶原蛋白。李萨的圆脸和圆圆的眼睛，很容易就能给观众留下印象。李萨说，当时真的是娃娃脸，但现在好像减掉了很多肉。网友们也表示，现在李萨轮廓线条更加清晰，性感利落的风格也能驾驭，接下众多品牌的代言，不同的画报拍摄展现多重魅力。而 Lisa 被问到出道多年始终没变的地方是什么， Lisa 说，在每场表演我都全力以赴，这点从出道至今都没有变，让粉丝们表示真的很令人感动。